我们来化简哈，这个一元一次多项式。好，我们把同类项合并。同类项的话呢，一次项，这里有多少呢？三分之负二，三分之负二。啊，这有多少？减掉哈，八分之三乘以二，就多少？就是四分之三啊，负的四分之三，减四分之三 ，x， 再加常数项。常数项这里有多少？这里有一啊，啊这里多少呢？这里是负的八分之三，我就减八分之三。啊，这等于多少？这给它合并以后通分，哦，四三十二嘛，问多少呢？负的多少？八加三三得九，十七 x 加上呢八分之五。哦，啊，这个就是答案。